人生第一次，我第一次要去澎湖。哦，那我们现在要去坐飞机。我们坐这个丽荣航空，澎湖。澎湖学五年。他们说小就只六，我长那么大，快四十了，才第一次。好了，上飞机了。但他最近都想要跟我坐，我觉得非常开心，因为他之前都要干嘛？飞机要怎样？发射。那为什么你不讲起飞，要讲发射？因为他是火箭。你以为他是火箭？哇，天空好美哦！如果你不懂任何东西，或是需要租车，都来这边租。他们经验超超丰富。本来要买他们的那个加宝花。老板娘很热情，还有很多那个行程。我在上面，你不要碰到我。好，我没事。你在故意的吧？我们这边到了南寮古厝，就是可以拍一些照片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蛮奇妙的，浮球哦，哦，难怪，就还蛮特别的，浮球。超专业的那个司机大哥，经验超丰富。韩国的牛车。哦，嗯，主要就是那个浮球做的。这里，好可爱哦，这是渔网的浮标做的。哦，那这真的很有特色哎，超可爱的。走吧，我们去照那个我最想要照的地方。对对。现花。现花。很美。所以叫菊岛。这个像是有很多啦，这个就很有特色。这是什么兽吗？还是兽叶？猜对了。这是只像什么？蝙蝠福寿。福寿是珊瑚礁哎。中正种类都不一样，可是我们就都统称叫老古石。让我想起那个石原岛哎。石原岛也是都老古石。有看过就是丝瓜还在上面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它可能正在去植物园，在偷偷一关丝瓜。感觉那边海度很高，感觉到处都很可爱。这个来澎湖好像一定要吃那个烧烤，他介绍的家，因为好像以前有很多，然后现在很多都没有办法开业，所以现在选择不多，人都会很多。好，被累了。刚刚餐厅就是看到好像那边有海岸的感觉，然后他就跟我们说要走到这边上去，去看看好了。哇，突然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，然后现在天气也有一些云朵，就觉得好美哦。有鱼跳起来吗？哦，有拍到了，就在这边哦。我也第一次吃这种，他在这边拿新鲜牡蛎吃到饱。等一下来。
来试看看。我觉得在外面烤肉实在太热了，还完全没有电风扇。在旁边真的热到爆，而且我儿子刚刚被牡蛎喷出来，直烫到腰。在那边吃什么好像有点危险。他就很害怕。还好他有这个，我们刚刚去要的，不然很怕他会喷出来。非常燃烧的感觉。哦，我刚刚实在受不了了，我不想一直在这边吃，所以我现在来到中正街来这边吃东西。听说阿华卤味很好吃，就是当地人介绍的。买了一个仙人掌芦荟汁，试看看。喝看看，好喝吗？还好，招牌仙人掌芦荟汁还蛮好喝的，仙人掌冰。就是这家仙人掌冰，还蛮好吃的。这是新的民宿，结果我们现在到晚上才来，白天应该这边会蛮漂亮的。一楼的这个共用的交谊厅的感觉，然后楼下也有房间。这家的我也是这样装的，我第一次看到，还是因为我太少吃这些东西。有你爱吃的大肠，还有牛肚。这家卤味真的还蛮好吃，我第一次吃到会忍不住想一直吃的卤味。吃辣椒很正，可惜他不吃辣。不是那种为了调味而调味的卤味，感觉食材是 OK 的。我真的觉得天气热的时候啊，不要去吃 barbecue， 真的热到会很火大的感觉。有点面线，很好吃哎、欸。我喜欢这种西式料理。然后柠檬汁，他就说大家都会去买这家，比如正港柠檬汁，柠檬汁啊，假港。我们要去七美吃一吃，就把它给休息。感觉还蛮温馨的，这楼梯还蛮有味道的。202是四人房。哦，我爱的海贼王，虽然说它好惨烈哦。房间好大哦！这家是新的，他们系列新的民宿，还不错哎，而且很大，厕所颜色还蛮漂亮。另一间，这间是三人房，三人房也很大嘞。三人房，好大的化妆桌，浴室。这附近都住宅区，然后就是都在建民宿的感觉，这里就还蛮幽静的。前面还没弄好，之后才会弄好。哦，这就是一栋新的，这边就是有一种幸福的小确幸的感觉，就整体还蛮舒服的啦。冲澡的还蛮舒服的，所以还蛮强的。好，现在在吃那个早餐，这个杏仁饭团，绿豆松露豆花，等一下我要吃那个晕船药。我会晕船，很严重，不算是我很爱的，但还不错嘛。要去坐船。因为我以前呢曾经吃药吃到一个焦虑美食，结果我全身起密密麻麻的疹子，往后很多年我只要累，然后我身上的疹子就会开始有点发起来，然后让我非常痛。我看到绿色的呢，我就会有点害怕，打上面的电话去问那个药局。我问说这里面含有什么成分，他药局竟然都不知道哦，他只有说保证有效，可以含抗生素。我觉得超恐怖的，晕船药，我会建议你要来一包药。那个，对，黄先生，你看到我就是，来红心的我这边了。那现在船上都很挤的哈，你放心哈。是不是全部全拿一张哦，因为网上你玩得更好哦。反正上当都有做胶带，做胶带，到处都有做胶带，就是永远都会做乱七八糟。这样第一次坐船，这样你觉得好玩吗？安跟我不过那边，但是想要看吧，小男生就是探索欲望。现在要换车，觉得好累哦，超累。突然有一种现在想要回去睡觉的感觉。
现在掌兵不、对，我当然先说先嘛。哎，我有备啊，我有备啊。第一次看到，我还以为我这辈子都回去看到它，因为下雨，所以它的颜色就比较没那么亮。双星石这边也是有很多吃的，还有一些名产吧，纪念品。这边好多那种羊聚集的地方哦。要来这边换衣服。跟哥有车车坐，要一个挡太阳的嘞。哇，坐好哦，我带你出去玩好不好？好，你坐着就好了。好，带你回台湾好不好？谢谢人，谢谢人。目前完了，好累哦，肚子好饿，要吃东西。另这家是什么？不知道好不好吃啊，总是方便在这边吃，然后等一下还要去赶船，走吧。上车就有的吃的耶，澎湖龟，咋吃？好吃吗？好吃，澎湖。我看到人家拍那个天堂路，然后就来了。人家说那个天堂路其实是废弃码头。有点毛毛雨，好处当然就是不会太热，但是晴天的话应该是会更美，那个水还蛮清澈的。对啊，还有一大堆螃蟹在这。哇，我去玩。
晚餐吃这家，旅行团老板娘推这家。这是龙虾蟹，龙虾蟹，酷哦，三杯吗？我第一次看到哎、欸。对，来这边一定要吃的嫩鲜草，玉冠嫩鲜草。然后我们是叫综合的，大家都会吃综合的吧？好。哇哦！哦，看起来好像很赞哎、欸，很赞，然后量很多，量多而实在。哦，那还蛮特别的。仙草真的很好吃哎，他们自己做的，会忍不住想给你吃。对。还有吗？还有。北海银圈台北北海银圈的师傅，他自己出来开的，都很鲜。嗯。小心点。非常好吃。澎湖丝瓜。你问哪？澎湖丝瓜好吃。他这边的丝瓜哈，煮的不赖。好饭。反正牛杂。哦。南瓜米粉、龙虾味噌汤，哇哦！应该有十年没吃到这么新鲜的了。你看，这太扯了，这太扯了，来，这超好吃。那等一下，我发现我太太真的完全不吃，我是超爱吃。捞桃生菜，酸菜，酸菜这个是澎湖的高丽菜下去腌制的啊，所以它这个是原味的。而且它这个胶质很多，胶质很多，对，这就它的胶质。哦，好，好吃。松板猪肉，甲壳的花蟹，也太大了吧？这个很结实哦，很多很丰富的，扎实，非常新鲜。真的太好吃，真的太好吃了！你不是在拍翅膀？你在，你有什么脸？在什么脸？好吃吗？香好吃吗？香的肉是吧？非常好。它这种蟹的肉很细。看你吃东西好像真的好吃。海胆炒蛋哦。鱿鱼耶。对。真好吃。这个很下酒。嗯。现在要来等烟火，九点开始，还有十分钟。我那边看来有活动哎、欸。对，现在好多人在等着拍哦。200台无人机已经在后面缓缓的升空着。你看上面。那我们让你们期待的欢呼声好吗？2019澎湖国际海上欢火节。我还可以。
说那个北新桥牛杂汤就是澎湖必吃，然后他说因为太多人就帮我们买，因为太好太贴心了吧。哦，听说最必吃的牛杂汤，试看看，汤看起来还蛮浓郁的，嗯，还蛮舒服的感觉，蛮好喝的，而且我早上就觉得喝汤非常舒服，它喝起来蛮浓郁的，但是又很清爽的感觉，牛肚还蛮嫩的，我喜欢，牛肉很扎实，但是它又有嫩，然后又很好咬，非常好。哇，正点，整碗吃掉我完全 OK。制作包，大车嘞。馅饼就是外面是炸的，还蛮特别的。他不喜欢别人的，所以你觉得好吃吗？好吃，肉很多的感觉。他觉得大，然后肉包，啊，你觉得肉包好吃吗？好吃。我们现在要去看那个玄武岩，柱状玄武岩。现在走去拍那个玄武岩，这种的海边王第一次看到。一下就被，今天很帅。今天天气依然就是是阴的。我还想说应该会有一点那个太阳吧，是有点可惜没有。它是好特别哦。看起来好壮观哦。不知道是在养殖什么还是废弃。应该是养仙科那一种吧。刚突然下了大雨，很阴天，然后后来出了点太阳，然后后来又突然下超大的雨，吓一跳，然后冲到车上赶快擦一擦，然后现在要去逛那个名产店，然后名产店很多人，这家名产店感觉还不赖，很多那种特别的东西。这家就叫彭祖，这家可以来，真的可以来，因为这些东西真的很多都值得买，鱼的选择超多的、欸。好多选择哦，这超好吃的，好吃吃。它那个搭配的小煎的小鱼干，我都是用冰箱。然后台湾大部分会是用那种扁。冰箱鱼来鱼干，我看一下。那香觉得超好吃，来澎湖都会买这个干贝酱，但会辣，我没有办法吃。对，可以试看看。啊，杏仁片。可是好像平常就常在买奇鱼松芦荟汁，好像想要喝一下耶。他们有专利的东西，听说很厉害。他不用煮，他只要冲热水，冲热水就好。这是我们的独家专利，销售量第一。这是猫的野生海菜，它冲热水而已就很好喝。小龟追秋啊，里面还有小鱼耶，营养价值丰富，可以买。我很想吃看这个，澎湖有，但我还没有吃过。两个试吃也太开心了吧！他们刚刚跟我说应该要早一点买的。哦，紫菜酥就是那边那个，我买回去好不好？你一下就拿好多了、哦，感觉这些零嘴都很不错，比一般的那种饼干好的感觉。虽然是加工过的，刚好吃吗？真的还蛮多东西的呢，澎湖扁鱼，哇，真的很多很特别这种东西。喜欢吃的人应该会觉得很赞。我小时候好像很常吃这个哎，澎湖的那个面线真的超细致，一定要吃。结果买了很多，都说打电话订也是可以这个。啊，很多行李，买了很多那个土产。澎湖机场逛一下免税商店，应该叫免税商店，就免税。我们去逛逛逛逛，你要一起吗？你要一起吗？你要一起吗？我刚有试吃这个，蛮好吃的哎，我想买仙人掌冰心糕，看起来很好吃呢。结果我又买了一大袋，澎湖吃的也很好买呢。我要去登机了，好了要回去了。我觉得三天太短了，如果说就是真的要看很多东西，而且又是当地人介绍的话，四五天我觉得也 OK。好转澎湖，澎湖很棒，真的。需要你什么桃子？分析中。水月糖黑糖糕，纯醋的，听说这件好像也很难买到，这真的很好吃。目前我吃到黑糖糕里面真的是不会停下来的那一种，这家真的超推的，赞。